什么饭？沿路下去，横着回来。下斜着下腰拉上来。手臂分两下走，第二个动作很跳，拜拜。路线一样的，只是手法不一样。扭十字拉上来，第三个动作，扭十字拉上来，第四个动作排水，下不用力，上用力。然后第五个动作，接下来在这里打八字。